它其实每一集都在进步，从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始，我跟他到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在第一季跟第二季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玩过很多梗了，比如说在南京那些时候，他特别怕鸽子，那时其实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怕那种尖嘴类的那种动物，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就是说在设计东西的时候都会往这方面去想给他一个惊喜。